当这个纹身在你身上成为一部分的时候，它走到你的心里，不再是一张画，它可以刺到人的灵魂里，甚至可以带入轮回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不一样了。我叫刘文龙。我一开始做纹身也是就像画画一样，当时的理解啊，纹身机就是我的笔嘛，皮肤就是纸。但是慢慢的了解了每一个客人的想法和信仰，包括图案的背后的故事意义之后，完全不再是画一张画了。从一开始设计到做线条，做背景，做主体素描，再上彩色，在最后再收尾调整，需要一年的时间。这个一年是这个人在纹身的过程中没有被纹身打倒的情况下，甚至有的会更长时间。他会体会到他想要的是什么，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习惯，他会去接受这个疼痛，看着一个图案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刺出来。我的内心一定要很干净，是敬畏的，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姿势啊，有些动态都要注意自己纹身的动作。我规划一个纹身的话是水陆空的这种方法。水陆空代表天地人嘛，下部脚的位置是重心，会用一些比较有力量的水，中间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山石啊，比较上的部分呢可以用一些云雾呀，把身体规划有力量，有支撑点，应该更开阔一些，大气一些。现在有好多年轻人，好多学画画的，画画没有出路，觉得纹身挣钱，去干纹身。如果你不真正的去喜欢它，不尊重它的话，我劝他不要干纹身这个行业。你刺下的每一针每一笔，跟随着他一辈子。一开始你拿上纹身机的时候，你去做第一个图案的时候，那个图案肯定没有人给你钱的，你为什么要去做？你还记得你当初第一次给别人纹身的感觉吗？为了什么去纹呢？不要忘记自己的本心。